足欢喜的，因为咱做伙来做礼拜，来听上帝甲咱讲的道理，把恁来欢喜唱歌来投入咱的主，只是想要邀请大家听，来唱一首诗歌，赞赞。Thank you.
在这位阿姨，学会继续星光。
对自己讲到，咱对有三项代志来祈祷。第一项是利用教会时间来祈祷，求上帝带领保守教会各项的时间来推动，互教会的人愈来愈成长。第二项，咱对利用既然进教会所要举办的圣诞节活动来祈祷。咱上天福音的消息，传予别人的生命，会咱得到福气。第三，要为着今仔日早起的礼拜来祈祷，有信心充满伫遮，也要为着咱的牧师